这个在北门正卡盐埕边镇海将军庙的地母娘娘，百年来首度在南关新大殿有公关组长陈淑仪捐赠的披上神袍嘞，被迎请到兴安宫安葬，准备将于六月十一日九千岁圣诞随行起驾返回南关新大殿府，贺了保安宫客座。地母娘娘的神迹嘞，再度引起瞩目，再新话题。北门正卡兴安宫主委黄鹤莲表示：“欢迎吼，安尼个大台大北门吼的新闻新闻的时候来采访，就阮即届吼，今年吼算三当一科的迄、那个南关新吼啊来进行安尼吼啊，所以即届是吼，阮三当一科，所以阮今年吼。”阿妈家用心的办家这个吼，加庆祝一个一个九千岁圣诞，哦，已经包括按恭庆安尼啦哈，所以欢迎各位的时候，到时候的时候啊来就来搞阮到参与安尼，谢谢。嘿，对，这个吼，这个迄个基本的吼，原来教阮灭人吼。啊，当地上来一个南关市啦吼，来进香来参香安尼嘿，这个嘿对。嘿对，这个吼，一个以往吼，以往的时啦吼，个一个一个低温尿尿的时喏，都无穿一个一个新衫啦吼，包括伊迄个啥迄个地界啥这个迄个。为了为了他那个地母那个那个他那个皇冠吼，啊，这个时喏，啊，因为吼，按这个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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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南平县吼，那个他那个陈小姐啦，公关还陈淑仪吼，啊，伊讲吼，应该后个时呐吼，看来清洗吼，啊，安尼救先生吼，讲伊想要来那个帮这个地母娘娘穿新衫啦吼。啊，在即个皇冠安尼啦，啊，清洗着肌肉潜水看安尼印准无？啊，所以吼，啊嘛是连续吼，啊，甲肌肉潜水，哇，因个伊肌肉潜水嘛，因吼有三四个背龄的时喏，啊，蒋怀英讲，哇，即届时喏，按对以往的时喏，对着即、這个迄、那个地母娘娘吼，诶，打扮上吼，跟你以往都不一样，这样嘿，嘿嘿。嘿，对对，这届吼，这届时候，伊了，这届是地母娘哦，会加迄个众神尊的时候，当地一动来，迄个南关新啦吼，啊，包括阿廖、北港江吼，来参香啊吼，来进香啊咧，嘿，对。好滴，地母娘娘哦，讲起来吼，伊了算早期吼，早期先。按这地温，这地一点看到吼，按这北门家吼，这都在场啦。啊了是啦吼，一个捌只一个只猪仔是啦吼，捌送去都在场吼，买啊一个买啊台的时吼，啊发觉就讲伊巴肚内吼有一个啥有囝啦吼，会嗲囝。按呢以往的就摆设去拢吼。对猪啊吼，本身有怀孕的话，就袂去安讲啊屠杀呢啦，啊所以就放伊倒去安尼四界去流浪啊，啊即摆行对于迄个即目前吼，啊即猪母娘娘诶迄个庙迄个所在遐，伊就看到这总是迄个迄盐田嘛，啊行落遐有迄个有水沟吼叫田溪池的所在。啊，了是啦吼，啊，毕竟是讲对整理啦吼，毕竟会甲整理啦吼，比如讲啊，迄落即个整理吼，啊，袂安宁，啊，所以整理的时候，同我请安尼肌肉潜水吼来看，即个代志变怎处理，啊，有安肌肉潜水的时候，啊，变成讲啊，你了，比如啊，幸福起来啦吼，啊，了是个安息的即个吼，迄个伊是整理啦吼，比如讲安尼做会作怪安尼，啊从此以后这件事情就变成啊吼，就同啊
无啊，啊了去啦吼，啊迄、那个吼，当年吼嘛，过着足着平静的一个日子安尼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吼、哦，迄个低温料料吼，迄个即个多完啦，迄个多去年多完疫情的关系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嘛伫迄个已经有连续要办第三档吼、哦，我有办第三迄个未婚男女吼的证婚啦，我就看到我办了时候嘛，算真办了真成功哦，嘛有迄个三十几对吼、哦、来报名啊。啊，也有促成的哦，有促成的时候，我知影先应该有三四队。啊，了后要阁继续阁办的时候，阁多疫情的关系，就我停下来。啊，但是这件事情的话，我也阁继续做，拄啊后几个时啦吼，这个婚姻，这未婚男女这件事情的时啦，我也阁继续以后机会先，也阁继续再办安尼是。是作为咱有三四队的对。嘿，对，嘿，了是啊，迄阵来到地拢总有三十几队来报名，啊，尾就有促成的哦。我知影后尾嘛少三队啊四队哦，你着嘿，啊嘛啊，结果是咯，毛总来现关呐，嘿，对，啊，所以阮这个所在吼，所以阮这个所在是喏，伫咧所在啊，来，比如讲来迄落，不管是要来求婚恁的啦吼。我出来遐怀念嘞，就伫迄个低温量遐是咯。啊，当然讲啊，行，我足简单，用诶，那种诶，迄个啥，迄个红线，哦，红线啦吼。啊，你后前，哎，你啊，这若是要求第一面者，你家己看啊，个，你家己吼，看咧用偌长哦，啊，个加一个啊，那当然啊，叫做绑伫手里安尼。啊，真的，这件事情真的也是很传奇的，对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头先讲过吼，因为吼，顶迄个只猪啊是本来是讲买啊，迄阵的人吼，啊买啊拖去屠宰场，买屠宰场的时呐，啊杀的时呐，啊发现吼，他肚子里面有小 baby 啊，啊就同我放伊同我住入去迄个猪舍猪面去同我放啊，结果是因为这所在这是盐埕嘛吼，啊当时水足济啊，毛做水高。啊，结果来到遐时喏，填死伫咧所在。啊，了时喏，因为填死了，可能死的不管啊，当啊，伫这所在当啊，甲当年吼，当年的时阵甲当年这着一个问题。嘿，啊了时喏吼，啊游完基隆潜水吼，出名啊，把安留下来。啊，佮我啊无住伫所在遐，当啊去一个伊的迄落，创一个庙安尼啊，做一个迄落款，做一个。黄鹤莲、王敬仁、陈思仪等人热情将低保娘娘迎接到云南宫焚香祝祷后咧，呈上陈思仪关敬的神衣咧，形象更加庄严。陈思仪表示，这段短短五分钟的路程咧，没想到行了近百年，低保娘娘看起来。笑甲真欢喜，云南宫继父千岁圣诞六月十一日隆重登场。老继父千岁将起驾返回南昆山大殿宇，阿廖保安宫客座进香。到时猪母娘娘会将手持水瓶，这嘛是伊离开庙宇游庄的初体验，备受当地信徒民众关注。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。